中国代表队在和平精英亚运会成功夺取一枚金牌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让人振奋的一幕。冲向了终点，非常明显的优势，冲线漂亮，中队1分11秒，哎呀，创纪录了。这金牌的是中国队，恭喜中国队的五位小伙子们，以及打靶位张建辉，车手位刘云宇，车手位黄灿，还有打靶位陈玉萌。还要记住主教练李阳以及教练团队的每一个人，还有我们陪练团的每一个小伙子和姑娘们。是的，在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当中，最年轻的张建辉和刘云宇只有19岁，而即使最年长的黄灿也只有24岁。祝贺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，看到这些年轻的面孔为中国代表团在亚运会上再添一枚金牌，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。中国队呢，在今天的决赛当中4局都是取得了第一领先的位置。好的，我们祝贺中国队，中国队获得了电子竞技项目和平精英亚运版本的金牌。